比赛回答二，在投完之后当然是消息，就是在韩国职棒这边至少挖角他，目前都还在合约谈判谈的这个期间。就一群弟兄被打者王威成抓了一手的出棒，中间方向的传染打出现了，那就要三千的了，三千的了，又是找第一个球，又是找第一个球，出界的超位，出界的出现，然后出现的王威成先也不打内力，第一批好一个换内野判篮球，三垒上的跑者要冲过来接球，二垒只能传上一垒了，那王威成跑过来得分，让中信兄弟1-0暂时领先。